看看新闻网。玉春出道已有七个年头，但这些年来他的绯闻数量堪比三毛的头发，屈指可数。不过日前他终于被恋爱了一回，一位微博认证为80后知名作家、文化娱乐策划人的独孤毅，在7月11号下午连发了三条以李宇春恋爱了、李宇春订婚了为标题的微博。微博称，李宇春新恋情的男主角是位身家过亿的山西煤老板，两人在工作中认识，一见钟情，并迅速坠入爱河。据说李宇春与这位传说中的煤老板感情稳定，前段时间已经秘密订婚。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两天之后，这位名叫独孤毅的网友在微博中称，李宇春与黑富帅的煤老板结婚后将退出娱乐圈，安心在家相夫教子。青年煤老板十分疼惜春春，在国外定制的一款3克拉钻戒市价数百万元，以求此婚礼来证明对李宇春的刻骨铭心。据独孤毅了解，李宇春婚后或将像台湾女星小潘潘一样，为爱毅然淡出演艺圈，以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为主。李宇春粉丝数量之庞大是个不争的事实。当李宇春恋上煤老板并因此而退出娱乐圈的消息传出后，上班玉米在该网友微博上竞相吐槽：没证据请不要乱说，你是有幻想症吧，没吃多辣。不愧是个作家，佩服。